waves get lost in the ocean. 7 billion swimmers, man, I'm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Sent up a flare, I need love and devotion. Traded for some faces that I'll never know, notion. Maybe I should try to find the old me. Take me to the places and the people that know me. Trying to just connect, thinking maybe you could show me. There's so many people here, then why am I so lonely?我在纸上写上一句话的上半句，他就我还没有写下半句，我男朋友可以直接在写纸上写出下半句，我想要表达内容，而且跟我心里一模一样。他说你相信会有用，我当时不是相信，我说太羡慕了，真的能这么高度契合。对，直到我遇到了我上句话还没说完，下句话他就知道我要说什么。而且他的出现并不在我的 schedule 里，对对，计划我知道，没有在我的计划里，就是很意外，然后就该来，总是在意外的时候有最好的。好的，谢谢。为啥？你多看一下。我想看直播，我还没到呢，还没到呢，那你直接给我寄到我这不就完了？那我看一下，麻辣香锅有我。怎么给？我能继续寄得走啊？啊，你别扔啊，我你寄给我吧。我们哎，对，这可以。这那这咋办呀？咋办？我爬呀！啊，你爬呀！废话，我不爬你爬吗？那你注意安全哟！我爬好像也不够啊，你还在爬呀？啊、你还要顾一下，顾住一下。我觉得特别好玩，对，还有我这个小板子。这还得录啊？那发个抖音啊？啊，再配个音乐好吧？哇，今天中秋节，月亮好圆呐、啊，是不是？超级圆，像一个小光斑，但是我知道它是圆的。胖的完全可以出什么？没啥，特别厉害，我很开心。会员吗？开心吗？你搜的是洗衣服的手套吗？我这觉得你这看起来一次性的呀，兄弟。食品手套。食品手套，吃鸭脖的用的吗？接受。啊，挺好。这个是业务员用来洗脸的，鸭脖。一个纸箱都要用来当垃圾桶。就不装垃圾桶，你绝不把它扔出去，对吧？真的是对你惊了，我打印很多东西，我们要这些东西全部打印出来，然后还没有看，很崭新的这种，你看看多厚，这么厚，就是一周要读完的东西，然后就是上一周要读完的，我这第一周的我把它读完了，感觉没有错对。这个是不需要读的，这个不读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上课。看着我的眼睛 ，baby， 一脚踏。哈哈哈哈哈！你忘拿纸了？我还以为你怪我的呢，你不是要打我吗？然后还发现没纸是吧？你把你那一大袋拿过来抄着用呗。你太恐怖了，给，要不要？
想要你变成 Michael and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那样成天吐的话你身体也不好。说到这个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减肥嘛，然后我们班的还有我的师姐，他们减肥就是为了不让自己吃东西，然后又很想吃，于是他们就把东西塞到嘴里吃吃吃，然后没有咽下去吐出来。嗯，想吃什么就嚼几下再吐出来。这么可怜吗？但是你怎么能忍住就是不咽下去？反正他们就忍住了，然后因为他们有时候没忍住的时候吞下去，马上抠出来。抠出来啊，就是把手往那个喉咙里伸，不是人会产生啊，对对，就很呕很恶心的那种感觉。就是，三餐都这样，天天吐。嗯，就是，但不是说成天这样吐，到时候会咽不下去吗？就是东西。所以他们到后面都已经咽食了，然后就成功的瘦了，然后身体就日渐垮掉。真的就垮掉了。但是也没有垮。啊，就是很不好那种。就是会胃出毛病。嗯。就是感觉它还挺甜的，闻起来挺甜的。A little bit sweet。你醉了？你疯了吗？嗯？你不觉得它闻起来甜甜的，柠檬汁的味道 ？You don't think so？ 哎呦，你小心手。这个立马，这个是不是专门切水果的？就是不会小伤到手那种。会吗？我现在就这样拿着吃。好轻，你就这么吃吗？对啊。它对身体有好处。